现的这位笑容满满的健身达人，梦想挑战风靡欧美的街头健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黎明，我呢是一个健身达人。肌肉有没有明不明显？肌肉，你看看我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今天来这儿的梦想是什么呀？我想要去挑战街头健身。女生的话，在亚洲范围内的话，据我所知，我也是不知道有什么女生是能够做得到的。非常有信心的去完成一件目前亚洲女性几乎没有人完成过的事情。所以等到我们下一次再见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有这么一位女性了。好。看过去。失误。就在香黎明刻苦训练即将完成挑战的时候，一次意外令她严重受伤。我的腰椎峡部两侧裂开，躺在床上不能起身，医生要求我这段时间必须静养。尽管没能达成梦想，他依然坚持要为大家展示这180天的训练成果。虽然和心中的完美仍有差距，但也许坚持本身就是诠释热血青春最好的姿态。